真正的要为这件事情负责的是加害者他本身的恶行，不是我。那我也想要跟所有的曾经做过这样的遭遇的加害者们说，不用为加害者的恶行负责，然后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说出来觉得抱歉。演员他吃饭的本钱就是他的人生，你把他这个东西拿来在地上踩。而且我也必须讲一个非常坦白，我会受到这样的创伤，是因为我信任他。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任他，就像我们在路上走，一个路人随便对我吐口水，我不会怎么样的，我就叫警察啦，不是吗？但是因为我信任他，我愿意交出去给他伤害的机会，但是他竟然就真的这么的予取予求，而且肆无忌惮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 OK。 而且他就说，你这是什么表演啊，让我快吐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说，你在演几岁啊，实在太恶心了。然后虽然易导说，对，李先生说他那个不是人身攻击，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般常识。